本分局于9月26日20时52分许获报，前往光春路段处理现场，为一部重机车犯禁骑士于该路段跨越双黄线回转，与一部南往北直行重机车犯禁骑士发生擦撞，双方轻微擦伤，九侧齿均为零。经统计，该路段今年1到8月份发生3件车祸事故。本分局将加强该路段巡逻稽查及违规取缔，以降低车祸发生率。呼唤用路人切勿任意违规，以测安全。